这个学校唔同嘅教师日。在宣布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2010至2011年度教师日正式开始，请各位与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李本军副主任、澳门特区李老师主教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张宇司长、梁丽代局长、中华教育会李佩云院长、善明会陈李贤主席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开始今天这个下午一个时间相聚学习交流，彼此去互相去多些认识，增强我们彼此之间、学校之间、老师之间那种的合作。和各位教师致意以外，也都感谢澳门天主教教区主教黎鸿星主教，同埋感謝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對澳門教育的貢獻，今後特區的教育政策亦都需要聯會的繼續支持，給予寶貴的意見。現在讓我請出這班澳門教育界的中流砥柱，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為他們送上最至誠的鼓勵和祝福。
田慧怡老師。陳瑞琪永門中學陳玉珍老師。潘功祥老師。慈幼中學鄧建成老師。星玫瑰學校盧錦玉老師。
陳瑞琪永門中學分校陳淑文老師。陳瑞琪永援中學張才雄老師，多謝張司長。以下我哋會向喺天主教學校服務滿28年至29年嘅老師頒發感謝狀。我哋請澳門教區黎鴻星主教為我哋頒發嘉獎。本28年嘅老師，明愛幼稚園曾淑玲老師。Do you hear?